兄弟们，我回来了，好几天没听我炸裂，想我吗？阳了几天，现在满血复活，大家注意身体啊。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让我身体刚好了又惊出一身冷汗的 AI 工具 Skybox。 这个工具真的太不像话了，仅仅通过文字描述就可以瞬间生成360度的全景图。你看它给我生成的赛博风格的城市，中国风格的街道，这像话吗？像话吗？啊！并且该网站不用注册，不用登录，不用排队，不用付费，在下面框中写入提示词和选择绘画风格，点击生成就行了。网上有游戏建模师说，制作的效果已经很像游戏里面的实用效果了。而且你要知道，它仅仅只用了几秒钟，但是它现在也有局限性，全景图目前只能看不能交互，但是应用到游戏 VR 里面已经没有什么问题了。相信在不遥远的未来，就可以直接用 AI 把创意变成 3D 场景、动画、电影，甚至可以交互的游戏以及元宇宙了。